今仔日是旧历的7月14日，台湾人有一个歹习惯，全世界上长的鬼仔节，台湾人在遵守。这是根据，不是 solar calendar， 是根据 lunar calendar 哈，月历7月初开鬼门，7月底关鬼门。所以伫台湾做鬼吼，足好康的，对月头拢会当食到月尾。我大声甲咱讲，各种宗教鬼的由来拢无共，咱唔通想讲鬼，各款宗教的鬼拢共，各款宗教咧讲鬼拢无共，拢无共。汉文的鬼啊，当然有伊的这个文字上的解释法。我先来一项一项分析。咱知影基督教所讲的鬼，唔是人死变的。基督教有鬼，伊斯兰教也有鬼，犹太教也有鬼。这三个宗教，伊斯兰宗教人讲鬼，就是被造物，唔是人死变的，是堕落的天使。天使好的就是帮助人建立人的人格，歹就是引诱人去犯罪。有些者就 tempter 或者魔鬼或者撒旦，哦，这款的鬼的观念唔免超多，吼，唔免超多，是一个有些者对人性的挑战。迄、那个歹的物或者魔鬼，我讲一个例啦，哈，这甲民间所讲的鬼拢无共。耶稣要出道的时阵，照犹太教的习惯来禁食，禁食啊，默想40日暝。当然这是宗教语言，是信仰语言，不是科学的语言，是信出来。你若信就会发生作用，无信一丝仔作用都无。我伫遮先声明，禁食40日暝了后，伊要面对公审来离开厝林，开始伫要宣告。伊第一个挑战，因为伊会惊信者，是伊讲我的同胞即马当无米通食，无面包通食。伊看到石头。看到石头，嘿，世俗观啊，用石头，这个石头看到石头，伊要变用石头变作饼，伊甲挖去，这是人性的挑战。魔鬼人会做魔鬼，也会做天使，所以一个魔鬼的入敌的心来讲，嘿，你若用石头变作饼，好，这个，你目多妖嘛，你有这个能力啊，用石头变作饼，耶稣想讲，有影就对。我家己食饱，先煞给我的同胞食。唔过伊想着，讲人的活都唔是干呐活过饼，人的精神生活是比物质生活较要紧，所以这个乌目看过，袂使的。用石头变作饼，即款变巴戏的技术来做政治家，耶稣拒绝；来做宗教家，伊拒绝。第二个 tempter， 第二个这个试炼，就是用变巴戏，这魔鬼这个律，人的这个魔鬼律，甲带去到极端的山。叫他对顶面跳落来，佫袂受伤，因为圣经嘛记载讲，伊要用手扶你，免得你的脚搭到石。耶稣讲袂使你咧，用变巴戏的方法，像五吨去乞讨，骗来骗去，卖研究乞讨，这要做政治家无资格啦，安尼袂用。最后一个上大的诱惑，就是做王啦，魔鬼才到极端的山，用天的万国拢互伊看，你若拍落拜我，你若拍落拜我。尊拜官吏要做王，天爷拢给你。耶稣讲不用你啦，就拜主你的上帝，独独服侍伊那点。所以真侪人在解说这段圣经，将撒旦、甲魔鬼、甲耶稣当作三个角色，这唔对。我讲这1940年，这 Disney 版的这个卡通，有一出叫做《好心好报》。为一只这个有只狗啊，只狗啊吼，救一个迄个跌落去的猫啊，结果伊要甲救，跌落去井，一瞬伊两个轮讲我若要甲救，伊就话唔甲救，魔鬼讲别使甲救，别甲救，为一个迄个魔鬼的狗型，为一个天使发誓的狗型，足厉害啊！迄就是人的轮，人会做鬼，人爱做天使。耶稣得胜，伊才有资格当做宗教家，这是基督教的这个魔鬼论啦，魔鬼观。但是，咱台湾
的鬼倒来，台湾人的鬼是根据道教甲民间信仰来的鬼。我安尼分析互咱听，咱就有迄个清啊真清楚的知识。道教无代无志，将佛教甲伊本身民间信仰哦，阴间论，甲儒教的信仰对阮的灵魂观念拢甲染做伙，煞变做三魂七魄。所以你捌看讲一个人有三魂七魄哦，这个信仰啊无，有听的吼、哦，人有三魂七魄。哦，这个基督教的鬼观念无同款，基督教是坠落的天使变成魔鬼，台湾人讲唔是，一个人转转鬼了了，一个人有三魂七魄。啊，死的时阵，人若死，第一条灵魂都要去阎罗王遐，对第一殿真公王，一殿一殿到最后一殿，哦，转轮王遐报道，达殿都走袂去，啊、哦，遐受审判。我捌问过道士讲，后发多这灵魂一条呢，啊，后挂纸，后乌灯多，吼，后挂心肝，后车高，吼、哦，因为伊咧。你做迄个工地时，拢吊一挂遐十点钟到十八点个多嘛。伊讲无啊，灵魂吼、哦，自挂起来吼、哦，三秒钟得个生出来啊，会疼，会感觉。讲我安尼哦，灵魂就是安尼哦，伊安尼给我解释啊。啊，所以这条灵魂一点一点受审判了后，最后要按照你的因果业报，正规的归正道的道，你生前所有拢总算晓啊。啊，然后。甲你判讲，啊！你在生吼、哦，鸡汤啉太济，鸡啊太伤济，啊鸡排食伤济，判你去出世去六道轮回，畜生道做国国鸡。后来啊，你要去做鸡进前，来去啉一杯茶，明宝顶啉一杯健忘茶，将前世一切拢甲袂记了了。啊，若无讲我在生做人吼、哦，啊，只是要做鸡。哦，啊，鸡呐，大只的孙想着讲，我生前做人，一只鸡做袂好，会去磕头死啦。再啉一杯明宝茶，才去转世。所以三魂七魄的第一条不搞应用叫轮回。安、尼有了解了哈、哦？三条灵魂的哦，第一条就不搞应用去轮回，叫你的因果业报去轮回。啊，有两条嘞，第二条因为是道教的，啊，民间信仰的。死就是要去苏州卖鸭，要去阴间移民啦、啊。啊，移民得办移民手续啊，对不对？后来台湾人要去阴间移民，得靠道士，靠道士，靠民间的登记法师无够看，爱靠道士，靠道士。啊，道士所办的移民手续叫做做功德，啊、哦，咱捌听下无？做功德，啊，做功德不是做一遍哦，一个单位一旬七日。来做七遍，七七四十九日，哦，头旬、三旬、五旬、七旬，爱较功夫嘞，啊，啊，哪有钱人做个八日，啊，更加有钱人做个对年，吼、哦，阮讲我去阴间移民吼，阮、哦、会活个足好个呀，安尼，啊，所以办理阴间的手续叫做做功德、做旬啦，哈、啊，做旬，啊，拢做好啊，啊，你阴间要徛起来，带你带带带，啊，啊，再高抓住，看你有钱。啊，高偌水的抓住，吼、哦，做你有法度当做你顶不要紧。啊，唔然安尼，阴间是一个消费的社会，都爱用 cash， 啊，都爱用 check，cash 就是通货，一千块、五百块的，啊，有两千块的，啊，一百块的安尼，啊，人家较无啦，吼、哦，拢用迄、那個。啊，迄嘞，新台币小币的，都爱用大银、小银、用银纸啦，哈、啊，用银纸，啊，一百块买你几只大纸，用迄个烧。啊，阴间有哪爱用支票？阴间的支票叫做靠钱啦，吼、哦，就讲用 cash 个用 check 个叫做靠钱。啊，靠钱，伊有两款的解释，就讲啊，你生前这个死者欠人的钱无还吼，啊，生前的人已经死啊，要甲你讨，所以爱带一挂靠钱较济去去还靠钱。啊，若有剩哦，啊，甲摕出来签，哦，你爱拔了下菜，若输了了不要紧，签好，你在生，而且今孙来去撤销。实在你签不要紧，永远都袂红掠去，都袂负债啦。啊，年年做起都拢为过钱啊咧哈。啊，大也有啊，得个地契哦。哦，阴间有哪有土地公咧管理哦？哦，得爱有迄个中山北路几段，迄个地契有哪爱哦？哈、哦，安尼。啊，所以做功德，查某有查某的功德，查甫有查甫的功德，哦，查某加一个即个迄盆地界的功德，
啊，查甫有查甫的功德，做家拢认为讲保证会当移民去阴间徛起啊。最后来做一场戏，叫做西宫戏啦，人巧啊是人饶，哦，咱大家咱拢有一款的经验啊。但人实在是真嗨咧哈，就是安尼先啊。啊，所以吼，哦，这款做西宫戏的形式吼，吼，哦，吼，真嗨咧，这个。我的外国朋友在研究宗教，来台湾看拢无啦。讲奇怪，恁台湾人奈遐趣味，啊明明在穿迄丧事的衫，是 funeral 的 rise 的衫，啊奈黄昏的时阵呢，啊奈围一堆的 paper money， the burning the paper money 吼，啊个这个啊表演到遐欢喜，讲你是看到啥？讲啊人巧人老啦，西宫在做戏啊，吼啊咧倒立啊，啊孝男孝孙笑甲咕咕叫啊，吼，啊，表演到真欢喜。我话讲，当然咧欢喜啊！当办理阴间的移民手续成功啊，要去阴间移民徛起啊！啊，讲啊，要来美国移民办一遍就好，啊，要去阴间废去，得办七遍哦，讲无唔对啊！哈，无唔对，保证底下会当大安尼。后来安尼，这条灵魂去啊，啊，一条去轮回哦，迄袂当转来哦，哦，做狗狗鸡啊，还是做猪，还是做狗，还是做人，拢有。第二条去阴间移民。这条会变成好兄弟了，那不个照顾一下啊。后来，搁一条我来变成好兄弟啊。那这个代志拢做好啊，剩一条，初下换右下，百日过啊，还是功德做了啊，就带转来厝里点主，那新主牌点主做新主，啊那是国妈牌个点伫内底，叫做点主甲罗。所以吼，哦。台湾人老拜公妈的人，拢活人甲死人的一条灵魂徛做伙啦。迄是袂互你看的，然后你看的你就惊一个做告别啊。哦，就是安尼先啦，叫做 ancestor worship。所以拜公妈有拜一条儒教所影响的神将对阮的灵魂伫咱的厝内啦。啊，这三条灵魂解决，这条若无甲拜吼，去儒教信耶稣吼，会变做好兄弟啊啦，就无输孤魂啊咧。哦，就是伫遮。后来，啊，那咧尸体七片，所以我讲民间信仰的这个鬼观念，甲基督教差有够侪。这七片哦，咱没完没了哦。七片是尸体崇拜，啊，咱的传统就是爱买福山的上好的棺木，哦，啊，甲入殓，哦，啊，做一个真隆重的仪式，哦，安抚灵魂，哦，啊，互活人有哪唔免去刷掉，啊，去冲掉，去翻掉。啊，然后甲埋葬，哦，用一个风水甲埋葬，但是埋葬了，哦，唔是按着刷，每年的这个，这个清明，三十节前后十日，爱去扫墓，永远扫墓，袂使不扫墓，就是尸体，因为有七魄伫遐嘛，继续甲服侍，继续甲拜起来，哪个无甲拜，我乃变，我乃变妖怪孤魂哦，我乃变这个好兄弟啊，啊，台湾民间的墓地足侪迄个。万神东归金刀公普陀公男女共同就是因为这不孝的这祸业吼，啊，兼在三代、四代、五代，怎个未记哩有一门梦伫遐？啊，梦地吼，人特别用这好地啦，啊，造路啦吼，啊，公布半年无去处理，啊，挖起来政府就用黄金案吼，啊，甲堆起来，集体服侍叫做万神东归啊。男女共同足侪名诶，普陀公、遮地公，哦，啊是啥物事？拢足侪名诶，就是即种高骨死人诶高骨诶崇拜。哦，你个巨人骨也爱拜，哦，啊，即拢是跋筊人甲查拉咧求诶，求明白诶对象。哦，那互你钓，因为有求必应嘛。哦，有只有惊去，有烧香有保庇。哦，有求必应。哦，伊就有鱼通看，有米通食。啊，若无哦，足凄惨诶。哦，那是有克伤诶吼。就个半暝啊，呢啊，你就明明出一支明白号啊，啊，第一遍原谅你，第二遍无得，我唔原谅你啊，啊，就个抓出来剁头哦，剁头斩脚破做平啊，等下个啊，唔是干那有人讲啊那听，济公瓦佛、土地公啊，这个王母娘娘这款的不祥吼，啊，我把收着哈，我把收两百号我，我起床了，女神弄个破面，弄个毁容啦，啊，男神弄个。特别土地公上可怜，那个揪嘴手，一挂嘴手，个揪到无半滴，哈，迄就是个神仙法，哈，就是这款的哈。那这就是七魄的由来。啊，鬼安那来，好兄弟安那来，就是你无去甲拜，啊，
这骨头这个漆皮会变作鬼，好兄弟啊！啊，厝里迄条哦，迄条若要甲拜哦，无神将对阮，会变作好兄弟啊！去阴间移民迄条若要甲拜，会变作好兄弟啊！一个人吼，哈、哦，规身躯拢总鬼了了啊，就是安尼性。其实我甲恁讲，七月吼，古历七月，毋是拢总鬼天下啦。今仔日是七月十四。七月内面至少有十个神明的生日伫内底，我甲你讲两个就好啦。七月七日，什么人生日？七牛妈生啊！啊，即马报纸吼，即唔捌字的，即伫来甲我读这个民间信仰，伊才会知影即款的知识。七月七日三个节日的啦，是一个情人节啦，讲唔对去。暗时即个牛郎织女会啦，织女会，七月七日，我是妇女节呢，乞卡，你捌听下无？妇女节呢，刷落去，还阁一个节嘞，儿童节，哦，因为七牛嘛，啊，是儿童的守护神，对出世到十六岁，儿童节、妇女节、甲情人节三个节，拢伫七月七日内底。啊，所以应该了解三分之二呢，这个唔对，所以唔是拢归天下哦，七月有哪有？有那真侪罗曼蒂克诶，迄个节日伫内底，还过一个就是明仔载。明仔载节日，什么人诶节日你知影无？那个叫做庆赞中元，咧拜好兄弟啊，唔着了了去啦。台湾人尊敬天公以外，去拜三界公。三界公三个：上元天官赐福，生日是正月十五。中元地官下罪，生日是七月十五，就是明仔载。中元地官三界公的一个哦，足大哦。哦，十月十五是下元水官界的生日，所以三界公有三个生日，拢十五。当然，我先出来甲恁解一个迷信啊，互恁了解。唔是讲因老母足厉害啦，哦，古代时代也无迄个破白哦，这帝王哈、哦，这凯撒七。这七八岁来抱囡仔，那十五拢会出事，就是这迷信，数字的迷信。因为华人哦，这个汉人对这个一三五七九足禁忌哦，但呢拢较无好。所以你甲看台湾的节日，正月初元旦嘛，三月初三三日节嘛，五月初五龙船过满街路拢有节。因为单的日一 double 吼，拢总一种的禁忌日啊，好。几乎一个节日过关啊，都无代志。啊，那无过一个节日都袂用的。啊，七月七七七牛妈生，九月七九重阳君生，吼，上要紧的拢有节，拢有节。啊，十五就是台湾人既然惊狗，一年第一个狗，哇，这歹日这乌煞日的。啊，这边来过关不要紧，和天公做生日就过关啊。所以正月七九天公生，不是天公一直出世的啦。哦，所以这些迷信吼，诶，知识咱拢爱知影。啊，台湾人有哪惊半？啊，就为这三十日啊，二九至三十日，啊，十五月当年啊，时间占一半，一年第一个一半，哇，这就哪歹，啊，变哪过关，不要紧啊。啊，这三界公就是爻顺物嘛，上元地官是爻，和爻地做生日就过关啊。所以，迄个过关爱特别注意，因为惊半来食鱼啊。加上大粒的鱼啊，叫做元宵包鸭哦。啊，大粒的无担心哦。时间到是吧？时间到啊！哇，安尼歹势。我才讲了咧吼，过来迄落哈。啊，所以比如过关都爱食鱼啊。啊，内面有查甫哦，鱼啊爱红甲白啊，爱红甲白。所以这拢有一定的惊半。啊，刷落去七月十五。唔是食鱼啊，食红菇，拢接袂住，等未收。啊，红菇发过，这种过关，所以明仔载爱红菇发过来拜这个中元地官下罪。啊，那下元最高个十月十五，迄粒米菇爱加通一个敢那老母的零头咧，你捌看无？米菇可通一个尖尖，那是什么意思？因为十月开始已经是番俗，十月就是台湾人的结婚月开始，十一、十二。一两三半年是婚姻过，四未使结婚，四五有差五未使结婚，六娶半年某也未使结婚，七
是娶贵新娘，也袂使结婚。八月也袂使结婚，娶一个八丁八丁的啊。啊，九月九头冬，若无死某也死翁。啊，所以十月开始就是婚姻月。即款迷信咱来破除啦。啊，所以婚姻月为着要结婚，目的是要传宗接代，所以迄个面具来塑一个妈妈的脸啊，迄款，迄叫做 fertility 繁殖，就是安尼生来经营伊的人生。哦、所以这个鬼无同款，所以咱伫这个普渡的时，唔通惊鬼，唔通惊鬼。后来因为我时间到啊，简单做结论、哦。我那阵是佫到迄个咧，吼、哦，安尼不要紧。我甲恁讲，咱吼、哦、鬼是本也无食。我做一个宗教研究者，到今仔为止也毋捌看到鬼。然后看到是去美国的迪士尼乐园去鬼仔厝看到，迄种人造的，迄袂惊。但是你要看到鬼也真简单，因为咱会产生一个幻觉。哦，咱的主席是医生，伊就知影有读过，然后读过宗教心理学的人就知，一个人若是精神好顺，哦，精神好顺，三日无困，三日无困，佮看鬼啊故事，保证你会看到鬼。因为你产生迄个幻觉，哦，一个光线，一个亲手，咧摇都无人坐伫啊，就讲诶，这鬼啊，鬼啊咧，伊啊咧迄落，就产生一个实体。今朝人看到这个，看到这个鬼哦，啊，青仔人看到啊，看到真神鬼，啊，若跌破啊，硬来叫讲鬼，伊也咧哭哦，会产生幻觉，精神好顺会产生幻觉。鬼若有影哦，咱今仔咱走无路哦，啊，咱就饲一挂鬼来掠马英九就好啊。啊，所以这是无影的，这个鬼是你我生出来，请咱唔通相信。所以宗教信仰的选择真要紧。未来咱要做一个新台湾吼，台湾国的主人吼，咱的确要有一个健全的宗教底线啊，唔通或者新军吼，乌白讲乌白信。宗教唔是我敢讲，你敢信就会当成立的，应该用咱这个头壳去过滤、去判断啊、去判断。所以宗教信仰选择，吼咱家己爱用咱的理性去考虑安尼哈。啊，我讲到这啊。我咱的老兄哥到位啦哈啊好，安尼多谢大家忍耐，我安尼足侪讲无到的吼，我所留一篇的文章，予咱做参考吼，咱慢慢啊家己去看啊。好，多谢。